2021年11月18号，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，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。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，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做政治承诺，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，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。